I have this. It's been something. Я хочу поехать в миграционный музей. Я не понимаю, 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. Я хочу поехать в миграционный музей. Я хочу в иммиграционный故事里男主成功搭讪的情节有没有启发到你呢？那就放下工作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国旅行吧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多语种搜狗旅行翻译宝，就是你出门出国的必备利器。上手之后的第一感觉是小巧便捷，相比其他产品的塑料感，磨砂处理的金属外壳质感十足，造型惊艳。正面是一块 3.1 英寸的屏幕，分辨率800×400，支持触控操作。机身周围有6个实体按键，上手非常简单，选择好互翻的语言，按下对应颜色的按键说话就可以了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. 你好。你好啊。Как дела? 翻译按键很宽，键程适中，左右手都可以轻松操作。翻译界面简单明了，这里有多达18种语言可以选择，远高于同类产品。有了它，你想去哪里玩都没有问题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暂时只有中英互译支持离线操作，其他语种需要连接 WiFi， 但在翻译速度上还是很快的。我们来试一下，你能告诉我大本钟怎么走吗？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Big Ben? How to get to the Big Ben? 请问汉拿山好玩吗？Скажите, пожалуйста, что здесь есть вкусного рядом покушать? Сокоу 旅行翻译宝自带拍照翻译功能，这也是它跟同类产品最大的区别所在。顶部拍照按钮，点按启动，不只是拍摄地图，你还可以拍路牌、标语、菜单、通知等，都非常方便。
除此之外，翻译宝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功能，汇率换算和 SOS 紧急电话查询。汇率换算几乎支持全球所有的货币， SOS 紧急电话会根据您所在的国家提供相应的紧急电话，还有非常详细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信息，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。听完这些，是不是很有一宝在手，天下我有的感觉呢？那就动起来，来一场真正的自由行吧。Мы с мамой поехали в Копенгаген смотреть на русалку.